进入 APP 菜单，点击添加设备，非蓝牙智能锁、WiFi 锁，这里输入家里面的 WiFi 密码，点击下一步啊，打勾下一步，然后这里看到我们的锁，在 WiFi 模块的上端有一个设置键啊，按一下，按一下我们的 WiFi 模块会发出蓝光信号，然后再看到手机。点击确认，下一步，等待连接。好，连接成功，这里可以编辑设备的名称啊，然后点击完成就好了。这是开锁，开锁状态，然后这边输入我们的管理密码，点击开锁。然后在门外，只要有人唤醒的情况下，它就会自动开锁。